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229页倒数第四行，华严玄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这提出一个问题，诸法是一切法，变法界虚空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全宇宙，整个宇宙，这里面世事无碍，为什么？那么我们对这一句话怎么看？我们是事事都有碍，都有障碍，为什么佛说事事无碍？佛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是假的。障碍从哪来的？从妄想生的。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答案非常好，从唯心所现。为什么世事无碍？一切法是唯心所现。心跟心没障碍。这个心是真心，是自信，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跟这句话一个意思。万法从哪来的？是从自信生的。既然从自信生的，所以一切法不离自信，一切法即是自信。自信跟自信没有障碍。
自心体上没有障碍，自心相上也没有障碍，所有一切障碍是从阿赖耶生的，阿赖耶是妄心。换一句话说，我们用真心就没有障碍，用妄心就有障碍。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乱？这个地球灾变为什么这么多？那就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全用妄心。没有用真心，甚至于科学家都告诉我们，这近代的科学家研究念力，就起心动念这种能量，他说，我们地球上现在居民70多亿，只要有人口总人数的1%的平方根，那70亿人1%的平方根有多少人呢？不到10000人。大概有8000-9000人的，这些人要是用真心，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可以化解，地球上这些人心可以归真。这个说法我相信，那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都有道理。说1%平方根的人，200年前，这个世界上人有。大多数都在中国。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教育把人都教好了。虽然没有圣人，没有贤人，但是有君子。有知道廉耻的人，有明了因果的人，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为非作歹。所以1%平方根的人不难找到。那个时候的世界，200年前，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还不久，还有余福，清朝中叶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还鼎盛，世界是和平的，科学实在兴起了，西方兴起了，对于世道人心的伤害还不很严重。
今天不然了。啊，这200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它进步的太快速了。啊，我们人们疏忽了，迷信于科学，科学万能，把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部抛弃了，啊，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东西，啊，科学样样都要拿证据来，提倡怀疑，这400年的影响可就大了。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中国人不相信圣贤了，印度人不相信佛菩萨了，变成今天的社会，啊，人起心动念，什么是人生价值观？在今天可以说第一个就是金钱，啊，不择任何手段去追求财富，啊，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疑五种根本烦恼，被今天科学技术的价值观把这个烦恼引起来了。这个东西引发出来之后，贪嗔痴慢没有边际，没有底蕴，啊，贪而无厌呢，啊，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汤恩比博士说的，会造成整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毁灭。啊，这个文明的毁灭，意味着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一切生物也随之毁灭掉了。我们看汤恩比许多著作，他就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最后给我们一个忠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他把整个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其实大乘佛法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了，啊，今天讲汉学那就是儒释道，啊，释就是佛教，啊，道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啊，儒释道缺一个，中国文化就不能独立了。
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所以唯心所现这一句答得好啊。啊，宇宙怎么来的？我们继续看下文。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唯自如来藏心缘起之差别法，故彼有可容合融之理。啊，在理论上讲，它一定有，可以和睦，可以融会。啊，因为他不离自性。那么世尊在《楞伽经》上也讲得好，啊，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情？佛说自性现量，不断之无。啊，不但之无，说得太好了。啊，自性现量。量就是一切万法，现是现前，现前一念呢，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诸法实相里面讲真相，这不是讲妄相，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真相没有空间，没有此界他方。那真相是什么？当下一念，不是前一念，不是后一念，就是当下这一念。啊，像一张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光幕上，荧光幕上的像全现出来了，一时顿现，没有前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空间、时间这个事的出现？佛告诉我们，这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分别执着，时间空间就没有了。啊，有分别心，有执着心，时间空间就出现了。啊，虽然出现，它不是人。它是无，无中生有。啊，就是一念生的。这一念的时间很短暂。这一念呢，生灭了，短暂到什么程度？短暂到生根灭几乎化成平等，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就是念头的速度。啊，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可以弹7次。
那七次多少个年头？2100兆啊，32亿8000年，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再乘七次，一秒钟，3×7=21，2100兆次的生灭，一秒钟。这说什么？这说明宇宙的真相，啊，宇宙万法的真相。所以，不存在无啊。但是这个无怎么它不间断？它不间断。所以不断之无。你看，前一念灭掉了，后一念又生了。啊，可是要知道，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一个念头。如果是一念的话呢，那就是相续相。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有相似啊，相似的不多，不相似的太多了啊。我们要看这一念当中整个宇宙，你就晓得它不是相似相啊，不是这个相续相啊，它是相似相续啊。这个八个字把事实真相全说出来了，跟华严经上华严玄坛人讲的一个意思啊。华严玄坛上说，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啊，没有别的，唯自如来藏现，自己的如来藏现，缘起的差别法啊，差别就不一样啊，念念不一样啊，啊，虽然不一样，它是一个自信，同一个自信。既然同一个自信，就有可以和融之理啊，可以和睦相处，可以互相包容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大乘佛教能解决问题，就是他必有可和融之理。下面举华严经师之章啊，这个你都说得好，你看和言和言啊，自信在一念之间现象，现象呢，还是由隐现，此处现，另一处隐，啊，所以它不是完全相似相，它不是完全。影现不同啊！啊，譬如我们讲十法界，我们今天感觉能接触到的十法界里头的人法界，我们见到了啊，还有畜生法界，我们也见到了，这是现。那影呢？其他的九法界我们没见到，
啊，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啊，下面有恶鬼、地狱啊，畜生还有一部分我们见不到啊，或隐或现啊，隐现不同啊，或一或多啊，或是一种，或是多种。过无自性，这一切法无论隐现一度都没有自性，自性就是自体，没有自体啊。体是什么呢？体是一个真心啊，也叫自性啊。一切法没有自性，自性是一个，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自性在净土中叫常寂光，啊，常寂光用这三个字来描绘自性。啊，自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常，常是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它不是生灭法。啊，即是清净，它永远没有染著，永远没有动摇，啊，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就这个意思，叫极的意思，啊，光，光用它做比喻，光是光明遍照。啊，光明遍照是我们现前所感觉到的。啊，是不是遍照呢？不是。我们晚上看天空的星星，许许多多星星，我们能看得见的，全是太阳。都是自己发光啊！我们看到它那么小，为什么？它距离我们太远了。如果天上只有这一颗星，我们看到天上那个亮点不起照明的作用，为什么？光太小了，距离太远啊，这就是光靠得近，照得很明亮，对我们有用处。太远了，甚至远到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啊，这个很容易证实。我们用望远镜看天空。啊，所看到星的数量比肉眼看到的多得太多了。肉眼能看到的光，最小的星星大概6000多颗，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几万颗，天文台用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十亿颗。啊，所以用光来做比喻，这是举一个前进的比喻啊，实际上光都比不上啊，光
有缘境差别，可是自性呢没有缘境差别。自性在哪里？像光一样，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无处无时无处他不在。他要不在了，一切万法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万法是因他成体，因心成体啊。啊，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个现象啊。啊，这些现象跟事都是这一个自性影现一多变现出来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情啊？所以由心回转这一句重要啊。为什么由心回转？就是外面物质的现象随着心在变化，这就是现代科学家提出来的疑心控物啊，就是用这个念头，用念头控制物质环境。啊，这是经过科学证明，科学家提出来，跟佛法说的完全相同。啊，没有佛法说的那么圆满。啊，随着心的念头，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心恶就没有一样不恶，外面境界随着念头转呢。如果我们的心完全想偏了，想歪了，想邪了，想恶了，这个地球距离毁灭一天比一天近了。啊，如果我们觉悟了，能够转回来。啊，相信佛这一句话。一切法过无自性。由心回转，我们相信这句话，这一句话也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说的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我们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啊，简单的说，随顺三归五戒十善，就行了。啊，那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世界，什么生活？极乐世界的生活。啊，极乐世界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那边的人起心动念是究竟圆满的三归五戒十善我们果然能把三归五戒十善做到究竟圆满，这个地球上就是极乐世界，地球上一切万物，那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美不胜收啊！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差别。那海贤法师光碟里头提到一桩事情，有一天老法师烧香，烧了十二支香，一个香炉里头插的长香，插了十二支。有人问他，平常烧香只烧一支，为什么今天烧这么多？他说天机不可泄露。问他的人说，我不泄露，你就告诉我一个人，我不泄露。过了一会，老人说了，我看到啊，四面八方啊，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所以烧这么多香。为什么老和尚看到四面八方都是阿弥陀佛？老和尚念佛的功夫纯了，没有杂念了，才看到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是一切法，妖魔鬼怪呀，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我们心里头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有极其微细的念头，那叫根本无明，我们不知道。那个念头能生万法。那我们的善恶邪正的念头呢，可以把自信所现的这个万物把它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成十法界。要知道十法界是假的，绝对没有。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善念变三善道，恶念变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那别人逗我，让我生气，让我发脾气，我堕地狱去了，他害我了，不是的。他来引诱你，逗你，你为什么接受呢？你可以不接受啊，像佛菩萨一样啊，佛菩萨不接受，佛菩萨看到要引起自己烦恼，他一句对付他就化解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接受。假的，善的境界不接受，不造三善道的业，恶的事情不接受，不造恶道的业，善恶统统不造啊！他就出了六道轮回了。染净的分别都不造，他就出离十法界了。回到一真法界，
诸法之本源是一真法界。啊，我们今天是从一真法界，用我们善恶的念头变现出现前的境界。啊，或者还继续变现来生的境界，后世的境界，三途六道。啊，善恶念头没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染净念头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牢牢地记住这个事实真相。啊，这要是不识佛陀的慈悲，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是宇宙的奥秘。知道了要会用啊，那你真正得佛法的利益，你看，不用善恶，六道没有了；不用分别，不用染净，十法界没有了。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回归自信，这样回归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是人人可以做得到，这个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个方法妙绝了，十方一切诸佛成佛方法第一奇妙的就是念佛。啊，所以海鲜老和尚劝人念佛，念佛要紧，念佛重要，其他的全都是假的。啊，假的就应该放下，彻底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全放下了，真放下了。啊，真放下，对人肯定，像菩萨、像阿罗汉一样，啊，能够做到，为人相处的十桩事，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祈祷愚人，感化我人，鼓励善人，谨慎懒人，心觉迷人，是十种事情。啊，你自自然然会做到。这叫修行。那么底下两句是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教学，说事说理，有成有劣，名唯心回转善成门。
唯心善成门，就是主办圆润圆明具德门，十玄门里头最后得大自在啊。主根办，任何一法可以做主，任何一法也可以做伴。这个疑是任疑，任何一个，不是独疑。我做主，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伴。这是大乘教啊。阿弥陀佛作主，十方如来是伴，释迦如来是主，阿弥陀佛也是伴。再把范围扩大一点，基督教的天主为主，诸佛菩萨也是伴。观世音菩萨为主，上帝跟诸佛菩萨也是伴。这叫圆融，这叫无碍，这叫自在，这叫圆明具德。为什么？同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哪有不能圆融的道理？那么凡是不能圆融，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真相叫伦理关系，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就变成什么？不自爱啊，自爱这两个字，谁做到？最低限度的阿罗汉，阿罗汉觉悟了，见思烦恼放下了，这叫真正自爱。自爱它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爱一切众生。能爱一切众生，这就爱自己。自爱表现在这里。自己爱自己，不管别人，自私自利，他完全不懂得自爱。他不知道什么叫自，什么叫他。这真可怜。主办圆明具德，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幕后的这一段，华严幕后，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今天本经全显记录，华严是以普贤菩萨誓愿引导
凡圣，凡是六道，圣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两个字代表十法界，引导十法界的众生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诚有据也。这称当真讲，真正是有凭有据，不是假的。华严到最后，不修十大愿王，求生净土，他很难成就，太难了。他依普贤十愿求生净土，他太容易了。个个都成了大成就。什么大成就呢？证到法身菩萨是大成就，出离六道轮回小成就，出离十法界这才叫大成就，大小成也从这里分的，小成只超越六道，大乘超越十法界，海鲜老和尚教给我们，他教的是任何一个人，男女老少，贤愚不孝，不管是什么样的根性，一句阿弥陀佛圆成佛道，他真的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彻悟之后为我们表法，把华严般若无量寿经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他每天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那叫随缘，心里面一句阿弥陀佛从来没有断，那叫妙用，贤首过世教我们修行方法里面四德，随缘妙用，表法是第二句，威仪有则，行住坐卧不设威仪，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全是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真正妙极了，真正难得了。他能成就，我们怎么不能成就？他世间的一个农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
啊，虽然剃度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到往生。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有几多人能活到92岁？啊，他念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正得念佛三昧啊，我估计他在40前后，也就是说的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同等的境界啊，跟教下的大开圆觉啊，都是同等的境界。这个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真正得大自在啊。啊，虽然真的不说，虽然不说呢，他漏了，显露了。显露在哪里？显露在生活上，显露在穿衣吃饭，显露在农耕，显露在接待宾客啊，跟大众相处。经上讲的这一句话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跟老和尚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啊，他非常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一丝毫傲慢的心态都没有。啊，孔子一生的德行，他的学生赞叹：啊，老师有五德。啊，一般人没做到的，夫子做到了。这五德是温良恭俭让，老师温和，啊，你跟他接触，你感到很舒服，很快乐。啊，老师善良，对待一切人事物没有丝毫恶意。啊，你得罪他，他不在乎，他没放在心上。啊，在他面前说错话，做错事情，他不会责怪你。为什么？他知道你为什么会做事不妥当，他晓得。啊，他会教你，他不会责怪你。借鉴。啊，海鲜老和尚接受。非常坚持，
从这些小地方你就能看到，爱惜物力啊，晚上不需要灯明的时候不开电灯，啊，睡觉睡得很早，啊，一般起来也很早，啊，通常是3点钟起床，有时候1点2点起来了，啊，起来烧香、拜佛、念佛、绕佛。啊，这是他的功课，一生没有改变。啊，往生这天晚上，他敲着银磬念佛，平常没有敲银磬。啊，念了一夜，没人知道。啊，大家也没在意，所以第二天早晨，啊，他们道场也是3点钟起床，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房间里还有灯亮着，这奇怪，老和尚接神，怎么还浪费电？啊，习惯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熄灯。啊，灯为什么亮的？进到房间里看了，老和尚往生了，走了。啊，灯也是表法。老和尚虽然走了，看灯没熄。佛光普照。啊，他不是把灯熄掉走啊，灯开着走，里头都有表法的意思在。你要会看，啊，老和尚点点滴滴，为什么？娴熟过世，还原观上的四德，幕后两句如何制止，这是叫我们做人的态度。制止是真心，里头要用真心，外面要用如何跟人家接触，人家生欢喜心。老和尚一生没有人看到他发脾气过，啊，不会发脾气，不会以傲慢的心态待人接物，啊，谦虚、忍让，啊，非常了不起。你欺负他，啊，得罪他，他原谅你，他没放在心上，啊，活在这个世间，一生辛辛苦苦，待众生苦，啊，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做人应该像他这样。自己的业障消干净了，啊，自己修行的功德圆满成就了，处处学，一天看3遍，
看上300遍，你的欢喜心生出来了。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道啊，把这个里头的奥秘看出来了，变数少了，看不出来。为什么？你有烦恼，你有业障障碍了啊。老和尚表法的一去，你不能觉察，变数看多了，心定了，清净心现出来，你就看出门道了啊。看出门道，法喜充满，你就会跟他学习。啊，像他这样子处世待人接物，在这种乱世不造罪业，不跟人结怨，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真正导引众生的同归极乐。我们看念老注解，本经即供累德品，为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念老把这一句经文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故知极乐义真清净庄严从哪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的。真实慧在哪里？在自性里。啊，自信本具的真实智慧，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的相，那记住，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皆有，大家通通有啊，跟如来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相好啊，自性本具，在没有障碍的时候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统统没有，没有障碍，自信真实智慧就流露出来。啊，流现，现就现前。啊，流现的是什么呢？像极乐世界那样的清净庄严。无论是依报是正报。正报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依报是极乐世界的环境，都是清净庄严美好到极处
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去处不远呢。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它无所不在，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想到，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想阿弥陀佛，每一天想的是拉拉杂杂的事情，错了。啊，海贤法师常常见极乐世界，常常见阿弥陀佛，为什么？他心里没杂念，他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早就放下了，所以他随缘里头得大自在，随缘里面流露出的是智慧，他没有烦恼，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完全通达明了。只是不说，别人问他，他的口头禅就是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妙啊，真妙啊，事情过后仔细想想，他是漏了一点，可惜我们看了听了没有体会到，啊，真正慈悲到极处，啊，那么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皆是虚妄烦恼习气之所流现的，我们就明白了。啊，下面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语，啊，三种庄严，天亲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给我们做的报告，提供给我们是参考，啊，他所见到的，他所听到的，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一种，极乐世界环境的美好，他说了十七种庄严，环境，啊，三种，第一种环境。第二种呢，老师阿弥陀佛说了八种庄严，这八种庄严我们这个世界一种都找不到，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八种具足，我们要亲近善知识，
找一个好老师，到哪里去找？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就没错。啊，那么第三种，极乐世界的同伴、同学，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这同学太好了。极乐世界的环境是究竟圆满的六合僧团。为什么呢？人与人没有对立的。人与人没有分别，当然更没有执着。这是究竟圆满的僧团。佛提出来，释迦牟尼佛的理想愿望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那么我们要知道，我心里还有个讨厌的人，我很不喜欢的这个人，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净土？不能。为什么呢？你这种心态到极乐世界还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你把六合僧团扰乱了。阿弥陀佛把关很详细，你还这个习气没有改掉，没断掉，他不会接你去。那要怎样呢？海贤给我们表法了，老法师从早到晚见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个不欢喜。他怎么学的？没有一个是他讨厌的，他没有。对任何人事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外面同修居士多了，找老和尚照相。你看他说的，很主动的随喜，大家来，个人照好，两个人照好，一家人照全家福好，没有一样不好，从来没有拒绝人，所以大家喜欢他了。他有耐心的，他不怕累呀，一百多岁的人了。这是什么？表法给我们看。教我们学习。你看，录音里头都录到了。从县城里面来了一些信徒，到来福寺看他。他在送客的时候，送到门口，看到门口柿子树上柿子结了很多，他就搬了个楼梯爬树，去折柿子，折了一篮子，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镜头，折了一篮子。摘下来之后分给大家，112岁，
别人都担心了，都怕他跌下来怎么办？啊，他告诉大家，没事没事，我在念佛了。啊，大家看到老和尚长寿健康啊，这样的慈悲也亲自上书这四字，啊，年轻人都不敢上去爬，他爬得那么高，我们在镜头上看到，啊，满满之泪篮子。这极乐世界的同参道友好，啊，极乐世界绝对找不到一个互相回报的，真正是和合僧团。啊，这是我们特别要向他学习的。那么三种庄严就是环境、老师、同学、入业法具。啊，业法具是什么呢？业法具就是清净具。清净具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在极乐世界显现在外面是真实智慧，每个人的自身是无为法身，我们常说法身大师。啊，法身的条件是见性。啊，禅宗里面所谓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那叫法身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没见性。啊，叫全教菩萨，全对实说的，啊，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这些菩萨真实智慧没有现前，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所住在的还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烦恼可断，有菩提可证。如果是法身菩萨，那是无为的，不生不灭，无烦恼可断，无菩提可证。不一样了，故知妙土庄严呢，就是清净法身，无二无别，往生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跟环境融成一片，环境是自信变现。自己身体也是自性变现的，回归自性。老师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现的，同学无量无边的诸大菩萨
还是自性变现。于是究竟圆满回归自性的一个心得，叫一法觉。除自性之外，无二无边，啊，这些句子我们要细心去玩味，其味无穷，这叫法味。啊，入到这个境界，欢喜心升起来了，叫法喜充满。啊，你对于此界他方一切离世性相因果完全通达明了，所以在生活当中能得法喜，啊，能度众生，能扶持别人，能帮助别人，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菩萨，啊，下面引经中受乐无极品里面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要我们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好的，不要有造作，不要有意思，啊，一旦是豁然开悟了，通达明白了，啊，彻底明白了，这宇宙现象是什么？自然中自然相，啊，自自然然，佛言，菩萨法言，看十法界众生，他看的什么？自然中自然相。四圣法界，分别染尽变现。六道轮回，执着善恶变现的，你看有因有果啊，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不二，啊，自然中自然相，啊，自然只有根本，啊。根本是法性，人皆有之，物皆有之，所以人跟物是一体，啊，人民爱物，啊，对人要仁慈，对一切万物跟对人一样，啊，自然光色忏悔，
转变最深呐、啊。转变就是我们讲随缘呐、啊。啊，忏悔。我们今天讲的包容、接纳，有这个意思在。啊，心量要大，我们的本性，我们原本的心量，大乘教上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尽。这是自然的啊，每个人的心量都是一样大，都是跟法界虚空，甚至于比法界虚空还要大，在楞严经上比喻，把法界虚空比作一片云彩，把自信比作太虚空，云彩在太虚空里面，不在外面，虚空法界在自信里面，不在外头。你看自信多大啊，本来的心量为什么变得这么小，不能够接纳别人，不能够包容别人，啊，这什么原因？迷了啊，觉悟了，他跟佛一样。啊，迷了的时候就变成众生，越迷得深越可怜，所以佛称众生为可怜悯者，他真可怜。从一真法界迷了到十法界，从十法界迷了到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迷了到三恶道，啊，这不能不晓得。欲旦成七宝，恨难成万物。七宝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那自性所变现的一切无，它没有离开自性。从体上讲是七宝，从相上讲是万物。性相也如啊，性相不二啊，了解事实真相，一切万物样样都可爱呀、啊！你不会在里面起分别，迷了就有分别，就有执着；悟了没有分别执着。啊，经云：“一旦开明，开始开悟。”明是明白了啊，一旦不定什么时候突豁然开悟了，明白了，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心也啊，开明什么？自己的真心现前，不是别的。什么叫真心？不附带烦恼的就是真心。我们现在用的心是真心，但是真心里头
掺杂着烦恼。啊，这烦恼变成染污了。啊，真心没有染污。真心没有动摇。就是没有分别。啊，真心是不动的。所以人怎么可能没有恒心？恒心是真心，一生不改变的。啊，常常变化的妄心，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啊，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真心用习惯了，自自然然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相应。啊，妄心分别执着，执着的坚固之处，啊，绝不能随顺别人。最坚固的执着就是地狱。啊，恶鬼的执着比地狱要稍微开放一些。啊，畜生的执着比恶鬼又开放一些。越往上面去，慢慢远离执着。贵在自己有自知之明啊，自己要认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一切法不离自性，换一句话说，一切法一定要自己负责任，千万不要怪别人。啊，怪到别人都是罪过。啊，自己要能给自己做主宰，不被境界所转，这叫功夫；不被环境干扰，叫功夫。啊，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步调太快了。快到我们自己的性德追不上，跟他脱节了，那个麻烦就来了。啊，我们跟伦理道德、因果、圣贤、佛菩萨教诲脱节了，那前途是什么？三途有份，你决定到三途去了。三途里面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地狱，是你自投罗网，你自己要去的，没有人叫你。啊，所以下面说，切薄于万物。佛之国土也，由自一心而显妙土，由心转回以成世界，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啊，这就说明了华严经上十玄门最后讲到究竟是世事无碍，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是我们真心现的，我们自己本有啊，佛有的，我们全有。
啊，为什么不要成佛？啊，故经云，佛在本经上面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机，啊，真实之机，真如实相的本机。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都是劝导我们回归自性。啊，回归极乐，回归极乐有什么好处？回归极乐之后，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你有能力教化，变化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有能力帮助他们回头。个个都圆成佛道啊！啊，不往生净土啊，我们做不到啊，没这能力啊！而且净宗之取得智慧的呢，非常容易，非常快速。非常稳当，啊，真有把握。遇到了，疏忽了，这一生没有能往生，就太可惜了。闲公老和尚常常教人，教了92年。就是劝人老实念佛，一直念下去，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要放下，不要认真，不要执着。啊，下面说。故知所显现者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啊，我们今天相处啊，人事环境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是世间人所感叹的，学佛的人不如是。为什么？一切事项，尤其是人事，磨练我们的功夫啊！你不经过这个磨练，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功夫？啊，骂你不生气，打你没有放在心上，这些都坦然。啊，光碟上为我们显示的老和尚收电费的时候大概作弊了，收的太过分太多了，老和尚说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较怎么会差这么多，要的太多了。收电费的小伙子打他两耳光，老和尚一句话不说，乖乖地把钱拿给他，他走了。啊，旁边的人看到都看不惯了，年轻人，老和尚100多岁了，啊，要把他抓回来找他评理，老和尚算了，忍一忍，忍辱波罗蜜，你能不能忍？啊，辛辛苦苦种的玉米，
啊，村子里有人偷，来偷玉米，被老和尚看到了。这个偷的人看到老和尚，呆了，不知道怎么办。老和尚劝他，别慌，慢慢的，捡大的子。这个偷玉米的这个人，以后没见到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修行嘛？就在这些地方修行嘛。啊，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修行就在生活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耐。啊，修忍耐。啊，要把佛经上所说的通通落在生活当中，叫真因修行，落在工作上。啊，老和尚的工作是农耕。啊，你看他农耕多认真，多负责任。啊，他的收成好。养活多少人？啊，报告里头说成千上万。得他老人家，啊，自己耕种这些粮食，啊，蔬菜水果，周济贫穷。啊，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统统做到。啊，所以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啊，在事相里的修真心呢，修真如啊，顺境逆境都是成就道业的环境，善缘恶缘也是帮助你成就道业的，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啊，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造六道轮回业。啊，立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常常要记住，不妨在心上，就这么一句话。啊，一切善恶，净缘。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没有选择，这就叫自然。越是自然越好。啊，不要自己有意识在里头，自己有意识就造业了。啊，自己没有意识，那就是智慧。夜夜了，无非真如实相。这个夜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啊，离开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就看到真如实相了。一切夜夜无非自性。是故超前立见，圆居实学，圆满居住实学门呐。实学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修实学就是修华严，修实学就是修净土。啊，华严独胜，超胜。其他经里的佛没有说的，就在实学。经本经一句，足证本经不异化言。所以古人称无量寿经叫中本化言，有道理啊。
花严幕后啊，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那么现在本经全行净宗，导引凡圣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称有据也，真正有根据。啊，这一部经跟华严是一不是二。啊，又据要解判小本曰：华严奥藏，法华美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啊，华严奥髓、奥藏、法华密髓，藏是讲的五脏六腑啊，髓是讲的骨髓呀，人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呢。啊，这是比喻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的最重要的。啊，最精华的部分，皆不出于此。无量寿经全具足了，不但无量寿经上具足了，小本阿弥陀经也具足了，且极乐不离华严世界。弥陀即是毗卢遮那，故判本经为圆教，谁曰不疑。华严是圆教，这个经跟华严完全是一致的。啊，所以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华严法华同一个级别。啊，在大乘里头至高无上啊，但此判教也只是平等中之差别相，若是圆人、圆等根性的人，则法法俱圆，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差别中的平等相啊，这是真的。这是要我们自己去证得啊，入这个境界，恭喜你，你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就是教下所说的大开圆界，你就是净土宗所说的离一心不乱。我们在这上用心呢，对了，把这个疏忽了，别的地方去用心呢，错了。啊，该用心的地方要用心，该放下的要彻底放下。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斤斤计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